今天是不是感觉裁判的这个尺度好像还蛮严格的、啊？嗯，哦，想要走位，哎呦，差一点被抄掉，拉开啊！比赛才刚开始，两罚中一，团队犯规啊，两边都超过了四次，所以感觉就好像蛮乱的。我想还没有找到一个重心啊，那应该已经走了九位的选手，嗯，已经才打了八分钟而已。周瑜翔拔起来头，没有进。经过等一下第二节慢慢的调配，这些都是相当有经验的。龙慧儿要扛住他、哦，还是被他给吃了。真的准度好像找回来了，结果还是在香港的手上。选择外线的出手，不过命中率并不高，又是龙慧儿的进攻篮板。啊，有点滑倒，不过赶快又站起来。裁判说没事啊，地板球找到了慧荣儿。地板球，哇，糟糕！周伯成要扛着 Duncan 转身的时候，球进算还可以 N1。包括他还没有接球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身体接触，之后这哇，真的是没有办法。嗯，不过这本来就是这个Duncan结束惠龙儿的一个优势，虽然不断的尝试投三分球，不过命中率真的是不高啊，还是给惠龙儿找到了这个空档溜过去。果然就是我们的球权，周瑜翔三分球再尝试一次，但是力道大了一点。周伯勋我觉得要记上蛮大的一笔功劳、嗯、啊，传到了篮下，香港Duncan拦不住啊。把他挡住，哇，当肯跨步进去了。可是他的个人得分也接近二十分，还是快二十分。越早进入比赛的状况会越好。嗯，我们下半场都会让大家看得心惊胆战的。香港想要打快，做一个切入，有没有干扰成功？成功了吗？好，当肯呢一枝独秀拿到了篮板，但是拨抢篮板球还是在我们的手上。但是要注意时间，给底线要出手了，廖振还是没有进。不是，我想慧荣是不是应该下去休息一下？他好像今天真的打到越来越闷呐、啊。哇，周瑜翔的高级动作，哎呀，弹两下没有进。